传统人工缝制带子，手工测量定长，手动裁剪，人工卷边缝制，效率低下，工序冗长，工人劳动强度大，品质得不到保证。在国家大力倡导节能减排的情况下，循环使用购物袋市场逐步增加。 TPET 自动缝手提袋子机，自动送料，自动揪边，全程电脑控制，一键操作，一人可同时操作三台机器，单边折边和双边折边可切换缝制，效率可达500片每小时。根据调节袋子尺寸范围，针距大小略有不同，自动定长，自动裁切，助力企业实现智能化转型升级。